大家半夜好。OK， so 呢，不懂有谁有在线上吗？ OK， 我刚刚呢就用 Lumispa 洗了脸哦。So 呢，现在要做我的就是after 洗脸过后要用 toner 啊、serum 啊、moisturizer 这些咯，所以我就跟大家 live 一下。So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平时是用什么产品来这个做我的晚间保养的，就是现在用着的啦。OK， so 呢，刚才我已经用 Lumispa 洗了脸了，所以我平时呢其实是喜欢，就是还没有用 toner 之前哦，我会用我们的这个 NABCA 那个 moisture mist 哦，就是这样子喷，让我的脸先保湿咯，皮肤先保湿。OK。这个很好用的哦，如果你在 aircon room 啊， Hello Willing 你好，就是这样子喷哦，都可以让你的房间比较保湿，不会这样干哦。然后呢，我们可以喷头发、喷脸，小孩子都可以喷的。OK， 这个这样一瓶这样大罐哦，才40块这样子罢了。After that 呢，我就会用这个 toner 咯。所以我们的这个 New Skin 的 toner 哦，其实很多外面的 toner 啦，收缩水都是会有对，我们都很晚睡。我们外面的这个收缩水哦，其实大家要注意咯，因为很多都是有酒精的，所以有酒精的哦，其实是会用久了我们的皮肤会干燥咯，那么我们皮肤干哦，就会导致细纹啊、皱纹啊比较快出现哦，然后呢皮肤也是会越来越敏感的。那么我们 New Skin 的这个 pH Balance Toner 哦，是没有酒精的。 OK， so 呢，这个没有酒精的哦，其实这样一瓶哦150ml 才60块而已，所以是很平民价的。 OK， so 呢，我就会这样子咯，放在我想放在 cotton 这边 facial cotton， 然后呢就这样子嘛。所以它其实不只是可以收缩毛孔呢，而且呢也是可以就是让我们的皮肤保湿。所以这个呢它有两种的，它有 normal to dry 跟 combination to oily 的。所以呢我的皮肤其实是属于比较偏 dry 的咯，所以呢我就用这个 normal to dry 的。通常其实我们皮肤就是我们的年纪，就是大概我看30岁以上啊，其实都是应该要用这个 normal to dry 啊，就是需要偏向比较保湿，除非是teenager 的皮肤，他们比较容易出油，那么他们就用 combination to oily 的咯。所以这个是非常喜欢的，因为如果你用了过后呢，其实你的接下来保养品吸收会更好的，所以呢当然颈项也要用咯。今天我特地用比较 special 的 effect 来做 live 啊，就比较特别。那么接下来呢，我就用我们的这个HLOC Boost 哦，这我们的美光机，所以很多明星都在用，女人我最大都在介绍明星啊，郑秀文啊，很多大咖都已经在用了的。我们下个月3月就会正式推出在市场，所以有兴趣的朋友记得 BM 哦。所以要怎样用呢？首先就是要开机，就是这样咯，不懂大家有没有听到那个滋滋的声音。所以呢要配合跟我们的这个Booster Serum。 OK， so 呢就是这样子，第三滴 bump 三 bump 哦，然后一边脸三个 bump。 OK，就是这样子。所以其实是早上用晚上用都 OK 的啦，最重要是要每天用咯，我是比较喜欢晚上用啦。那么如果 let's say 你 maybe 你白天你要见人哦，你想要你的皮肤亮，你就可以早上用哦，那么再刷一次。所以大家不懂有听到滋滋滋的声音，所以其实就是很简单这样子刷。所以这个它是用这个脉冲科技变相脉冲科技，所以就这样子在我们的脸哦，就是我们就用科技来帮我们做工。 OK， 所以呢就是短短的2分钟 for 整个脸呢，其实是可以让我们的皮肤有1000次
的那个啊变相脉冲，就让我们可以唤醒我们的皮肤咯。OK， 所以让我们的皮肤啊唤醒了，就会 active 了，就会做工咯啊。所以很重要，所以让我们的皮肤可以亮白呀、啊、粉明咯，更有那个 Q 弹。那么那些有好像有斑点的皮肤哈，是听到吗？其实就一分钟了。所以呢，现在我要做另外一边脸，我同样呢就是斑三个斑，在另外一边脸。OK， 所以那么我再刷多一次，它就是又在走 another 一分钟。OK， 这样子。这个之前我听那个贺军翔的访问他也是用晚上的，因为他讲他每次拍戏过后回到家很累，然后他就是用这个来保养然后呢隔天他就会让他的皮肤就很有活力啊的那种很有神的皮肤这样子啦，所以他也用，他也有分享。OK。所以刚才我讲到这个斑点的皮肤其实我们有蛮多这个方面的testimony 的，就是看到有淡斑的效果咯。所以大家就是简单啊，这个其实是我们的after toner 然后 before serum 的步骤来的。那么如果 let's say 你本身就这样子就两分钟啊，就玩了一分钟，然后呢我就这样子 ，OK， 在脸上哦 ，OK， 然后轻轻拍打它，给它吸收 ，OK。那么如果你没有用 serum 也是 OK 啦，不过如果你想要再加 serum 的话也是可以的。那么我现在用这的 serum 是这个 Celltrax Ultra 咯。那么有时候我也是会用我们的 Hello Amy， 你也是还没有睡呀、啊？有时候会用我们的这个蓝珍珠蓝居居，所以呢哇，这个是很棒的产品来的，就是可以给我们的皮肤增生那个弹力蛋白，然后给我们的粉的。但是今天呢我没有用这个 True Face Essence， 我用这个 Celltrax Ultra Recovery Fluid。这个也是一个 serum 买的，那么呢可以适合，其实是适合任何皮肤都用，皮肤敏感的人也可以用，它就是对修复我们的皮肤很好。哦，你的宝宝醒来了啊所以就这样子擦咯。 OK， 所以大家擦的时候呢就是手向上推咯， OK， 不要拉下来啊，然后就向上推。 OK， 所以这个 Celltrax 其实是我们公司从创办以来就有的产品来的，就已经是36年的历史了的，所以如果你好像对于淡疤都是有都很好的，有那些开就是 maybe 可能手术过后有那个疤痕都可以擦咯。那么还有就是当然也是就是可以拿来做我们的皮肤就是 serum 的这个精华液啦，所以对修复非常好。好，然后接下来呢我就会用我们的这个 moisturizer。 那么我近期用着的这个 moisturizer 呢就是 True Face Essence Ultra Uplifting Cream。Uplifting cream 就是lifting 咯就是可以让我们的皮肤提升的。那么我它有那个 spatula 的，所以我就会这样子 scoop 一个，然后呢就这样子涂上去了。OK，然后你们都是怎样做你们的晚间保养的呢？可以在留言那边分享然后尽量记得擦咯，因为
我们不要只是顾着脸蛋哦，然后忘记我们的景象，等一下我们就会被这个景文出卖哦。OK， 然后这样子 ，OK，OK，So 这个就是 moisturizer 的步骤了。那么呢，啊，如果呢你有这个我们的 sleeping mask 的话呢，你也是可以加上这个 sleeping mask， 就是啊睡前的面膜来的，可以敷过夜的。所以呢，同样呢，我也是就是 scoop 一个这样子 ，Yeah， I apply Celltrex before her rashes。萨格罗 ，when red red 了，这把这把 apply Celltrex， 就是 apply 给你宝宝对吗？所以小孩子都可 baby 都可以用的，所以我就放这个，然后呢，再敷这个是 sleeping mask 来的，就是可以敷过夜 ，OK。好了，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呢，我当然我用的都是 New Skin 的产品了，我用了整十多16年 New Skin 的 product 了，所以一直以来都是stick to New Skin 的品牌。那么呢，就是围绕着不同的 range 啊，在用哦。OK， yeah， 很 moisturizing 的，这个很好用啊。OK。So 呢，原因呢是因为其实当初为什么会用 New Skin 的 product 呢 ？Hello， 伊文，你还没睡。当初为什么会用 New Skin 的 product 呢？就是被它的这个产品的理念吸引咯，就是 all of the good, none of the bad， 就是只含好的，不含坏的。那么当然哈，我们就讲说，哎，哪里有？哪里有公司就会讲自己的产品有含坏的，对吗？所以，但是就是可能大家就想说，哎，我的产品有这个很好的这个 ingredient A B C 啦，什么什么 patent 的 ingredient， 可是呢，其实真的你没有听过任何一家公司出了 New Skin 哦，会讲我的产品里面没有不良的成分 ，OK。大部分呢可能就会讲说我的产品有这个好的成分，可是呢都不会讲说没有不好的成分，对吗？可是 New Skin 是大大声、哦、从 Day One 创办公司到现在、哦、都跟、哦、全世界宣布说我的产品只含好的不含坏的，就是你可以看到、哦、它的产品的成分、哦、都会列下来的咯，从最多到最少它都一一列下来。所以呢，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从以前、哦、就是我24岁、哦、认识、New Skin、哦、到现在我一直都只是用 New Skin 的。那么包括、化妆品牌啊，好像那个 cosmetic、哦、好像我的粉底啊那些、哦、我就是就是都是用 New Skin 的、因为其实很多、cosmetic 有可能大家可以注意、哦、有可能都会有、就是 mineral oil 的成分、啊、就是如果矿物油我们用在脸上、哦、其实久而久之就会形成斑点的问题 ，OK， 所以呢，就是只要，所以你用 New Skin 的、哦、是绝对可以放心的，好，所以啊、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的是晚间的保养咯，所以希望啊。可以啊、让大家多了解啊、New Skin 的一些很好用的产品，就是我用了这么多年还是在用的，然后会让你的皮肤真的是啊、属于一个健康的皮肤。然后呢，当然我们的 HLOC Series 的话，就是可以达到抗衰老的作用。OK， 好，大家就晚安吧，早点睡了，拜拜。